下午想跟大家谈以实玛利，以实玛利，这个在创世纪的16章，那开始进入这个经文本身，我想跟大家先看一节圣经节，这是我今天的主要的目标。我们先看以赛亚书55章，以赛亚书的55章第8节。以赛亚书55章的第8节，在旧约圣经867页，五十五章第8节、第9节，这里说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。”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这一节我们很熟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对比，神的意念跟人的意念这两件事情。我下午要谈的是人的意念。往往人自以为聪明，我们所思所为，我们都常常自以为是，而且有时候美其名神这样带领我、感动我，其实离神的意念差得很远。所以神的意念虽然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很重要，可是往往我们背道而行，这是一个常常产生冲突对立的地方，给我们本身带来了很大的一些负面、不好的影响。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基本的下午的主题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不管我们多么聪明、多么有经验，或者多么有见识，我们希望我们集合这些优点，能够回归在真的是按照神的意念的引导之下，我想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目标。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16章，刚刚读的是我今天的结论，讲那么等一下会讲那么多，你把它浓缩起来，就一个结论。人的想法、人的意念，很容易跟神背道而行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！看一下《创世纪》16章，我要用16章这个故事来跟大家探讨。首先看1节到3节，在这里讲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，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，是埃及人。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。”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，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。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。这是这个故事的起头。我们要谈的整个故事，有关以实玛利啊，这里开始介绍这一章，介绍以实玛利的出生啊，以实玛利的出生我首先要用一个比较大的整体的立场，或者比较我们所谓的客观、比较宏大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我们要记得，从创世纪12章开始，如果说我们研究亚伯兰的一生，那从12章，神开始选召亚伯兰，呼召他离开故乡乌尔，所以从12章开始，亚伯兰就走上这条信仰、被神呼召、选召的这一段道路。在神选召他时候，给他一个应许。里面包括三件事情，
从他本身啊，神拣选他，也应许他子孙会很多，将来成立国家，会继续得到神的赐福，世上万国将来以后也会因为他的国家得到赐福。所以从亚伯兰那个神的给他应许，好像一个丢出一个好像一个抛物线的东西，从他个人、家庭、国家、世界万国，从当时一直到世界末了，好像丢出一个抛物线。当然最后的末了，亚伯兰眼睛没办法看到真的全部实现，所以他是凭信心开始走。所以如果说用亚伯兰被神选召走这一条神赐福的道路，当然神也要给他一个地面上的地方给他的子孙居住，那就是迦南地。所以从十二章选召以后，你那个神的承诺应许好像一个主轴的目标，那他一生就像一条线一直走在这一条主轴上，当中有很多阻碍啊，所以十三章啊会有饥荒出现啊，当中有饥荒出现，后来有跟罗德为了产业分开，财产财富干扰，十四章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干扰，他要把罗德救回来，到十五章好像危机解除，但是还没有。到了十五章，我们上次谈的神跟他立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还看不到他的子孙，神安慰他放心，要给他子孙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他就回答这个神的勉励，勾引出那内心一个困惑，我根本还没有子孙，那神你承诺的怎么实现？那就我家里那个那个应该算忠心的仆人可以继承我的产业。神说不是，从你所出的才算所以神就跟他立约，要保证神的约是不会改变的，神的承诺不会改变所以他就相信了，所以他继续这一条信仰的道路。在神跟他立约的时候，差不多他75岁，经过10年，所以创世纪16章这里已经经过10年，亚伯兰85岁还没看到子孙，他们一直相信神会给他们很多子孙。到了16章开始安排一些事情的怎么进行的，是撒来出现，他的妻子，或许因为撒来小他10岁，所以如果亚伯兰85岁的话，撒来小10岁也是75岁了，年龄都大了，年纪越老要生育当然是越困难，所以是不是他们着急了？有可能，人之常情。他们相信神的应许，神告诉亚伯兰从你生的才算，或许他抓住这一半的承诺，也没有说撒来以外不行啊，所以撒来就想趁我还年轻，我们还算年轻，还可以生育，老归老，各位拔头刀，还可以生育，还有一点能力的时候，赶快想办法。在这种情况，撒来就提出意见，你可以娶夏甲，那是仆人，可以纳他为妾，从他生的儿女算我的。当时的风俗习惯可以认同，当时的普遍的人可以接受这种想法，如果自己没办法生，纳妾生的孩子归主人可以。所以我们也看，当然人认为可以的，神不见得也认同，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大家都人都认为可以的，神不见得认为可以所以即使这种观念是当时认可，撒来也接受，好，亚伯来也接受，神不一定认为很好啊。所以我第一个要讲的一个大前提就是，神给他的应许
你先从应许的事情来抓住，神给他的应许，现在临到这一对夫妻，他们是不是彻底相信？相信一半，认为趁夫妻还没有完全老迈的时候，那就纳妾，纳妾从下甲生子。亚伯兰接受，我们刚才读了圣经，撒来提出这个意见，亚伯兰接受哦。那时候他85岁，这是前面这个故事。好，我从结论来讲，因为我要今天分两部分，现在讲的是第一个大的状况，神给他应许，神有神的时间跟方法，怎么样应验？人往往会自以为聪明，对神以为都那么了解，不尽然。你敢那么相信，有把握说你完全对主完全认识吗？谁都看不透的。神问约伯，神的一切作为难道你都知道吗？很多都不懂的，但是人偏偏会自以为什么都懂，包括对神的安排。那在这里呢，亚伯兰跟撒来换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用人的了解的状况，用人想出来的方式，要去完成神的应许的旨意，当然出问题呀，时间上不对，方式不对。如果他在85岁娶夏甲为妾，我们后来才知道，到亚伯兰100岁，人根本不可能生育了，断绝了生育的能力。那时候神安排的时间才到，才产生以撒啊。我们早上谈到以撒，100岁才生以撒。我在最近啊，找看到一本书里面一句话，我们通常很少这样讲的，不过那一句话有点意思。他说不死不会死，不死即不生啊，你人不会死透，看自己完全没有办法。当你还看自己有办法的时候，神的恩典很难出现，因为你容易靠自己，所以不死不会生了。撒拉想趁着他还可以生育，所以他还那个念头还蛮强盛，趁我还可以赶快进行，那就心还没有死透啊，还没有断绝靠自己的能力。除非他完全放弃了，我实在老了没办法了，撒拉断掉这种念头，以撒才出现，亚伯兰也一样。所以神安排的时间，我们 换个话说了，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了。人的尽头就是你已经没办法了，连自己什么可夸的都没有了，你看自己完全没办法，神的能力机会才出现。因为人很容易一点点办法就仗势自己，然后夺取神的荣耀，神要让这个很清楚的。那在这里亚伯兰85岁，他就接受撒拉给他的意见。所以如果以一个神的应许承诺那个实现来讲，撒拉现在所提出的方法亚伯兰接受，他们等于是把神应验的时间提早了。那个心态就是多少有靠一点自己还可以的那种想法，才纳夏甲为妾。好，夏甲后来生了一个孩子，就称为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，好，我们看最后这里先看一下，我先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，
我们看第十一节，十一节，并说：“你如今怀孕，要生一个儿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。”以实玛利下面那个小字，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。他为人必要像野驴，他的手要攻打人，人的手也要攻打他。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，下脚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，因而说：“在这里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？”所以这井名叫庇尔拉海莱，这井正在加低斯和巴列中间。十五节，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一个儿子，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。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，亚伯兰年86岁。在这里86岁。从11节开始，因为当亚伯兰纳夏甲为妾以后，没有多久，夏甲就怀孕。我们的第二部分会谈到这个详细的状况，但是当夏甲怀孕以后，他就看清他的祖母就是撒来，所以惹起撒来的愤怒，就苦待他，虐待他，害得夏甲不堪其扰，受不了，就离家出走，一走了之。他想一走了之，我们附带的小教训呢，一走了之可以吗？当你受到冤屈，你就离开了，可以解决问题吗？没有。如果不是天使挡住他，他结果更凄惨。他想脱离撒来给他的压力跟逼迫，那好像一个苦难，从一个苦难跳脱出来，可是跑到旷野，另外一个苦难，前途渺茫，更大的灾难在前面等候。所以天使给他指导，你回去到你祖母那边。他后来真的回去了，那是一个额外的小教训。当你目前的苦难没有解决，你想一走了之，没有那么简单，一走没办法了之，还会像滚雪球，后面的问题越来越大，那就是让人你要面对问题来处理，而不是逃避了。但是以实玛利，夏甲生以实玛利，那是天使给他取的名字，很奇妙哦。即使他算一个夏甲是埃及人、外族人，神还是救他呢，对不对？那一条路，他苏尔那一条路旷野，看起来他要往埃及，因为他本身夏甲是埃及人，所以他可能想回埃及，他的祖国。但是在半路，天使把他挡住，叫他回去，叫他放心，你会生孩子，也给他承诺，这个孩子后来子孙也是蛮庞大的啊，也是蛮多的，顺便把这孩子还有他的子孙的个性都讲出来，像野驴，很有独立精神，很彪悍，欺负人，人家也欺负他。个性特色都讲出来，然后顺利生产。最后就讲，当夏甲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啊，十五节讲，夏甲给亚伯兰生一个儿子，那时候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，这个名字是天使所传给他的。好，即使是外族人，神的恩典也临到夏甲还有他的孩子。好，以实玛利本身呢， 他的名字含义，我们要透过名字含义来点破这个故事一个有意义的地方。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十一节，天使叫夏甲回去的时候说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，那个下面那个小字，
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，夏甲受冤屈，他受冤屈，当天使安慰他的时候，除了给他说你的孩子取名叫以实玛利，也说明也安慰神听见你的苦情，所以一喊以实玛利就要联想神听见你当事人你的苦楚啦，不管你今天受冤屈，即使夏甲他有缺点，他不应该看清祖母啊，可是他被欺负啊，神看到了，神看见，所以神听见以实玛利。一谈到以实玛利，我们有两件事，神听见，还有下面那个神看见。很可能在旷野那个路上，夏甲碰到使者的时候，他 有水泉，应该是 有井水，所以他后来把那个井取名叫庇尔拉海莱，神看见，我在这个地方碰见了那个看顾我的神啊，看顾人的神。这个翻译有点复杂。在那个井那个地方，夏甲他感受到我碰见谁，那看顾我的神，看顾人的神。所以他把那个地方那个井叫庇尔拉海莱，神看见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局外人来看这个故事，一谈以实玛利，你一定要带来两个意义的解释，神听见你的冤屈，神看见你的苦楚。夏甲本身是用这样子感受到，好，后来他听天使的话回去撒来那边，他就在这个拜神的家庭里面生出以实玛利嘛。所以以后不管是亚伯兰或者撒来，只要听到以实玛利，他们一定要想起神听见神看见。好，如果连夏甲这种外族人，这种奴婢的身份都能够这种事情体会到神听见神看见，那亚伯兰跟撒来，这是选民的祖宗，正统的祖宗，神的承诺，你相不相信？你应该相信。所以一谈到以实玛利呢，如果因为这个事情的始作俑者开头是撒来，所以直接的反射，对谁的刺激教导最大？对撒来。为什么会有以实玛利的出现？那就是撒来的杰作，你不要出这个馊主意，亚伯兰不会纳他为妾，夏甲就不会生出以实玛利，所以那个始作俑者在撒来。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安排？对神的话不敢轻易相信。回归到一个最原点，即使年纪老迈，他担心如果我年纪更老迈的时候根本生不出来了，他担忧自己的能力，所以他希望赶快处理。当亚伯兰纳夏甲为妾以后，他这里我们看一下，他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大概不会去注意的，第二节，十六章的第二节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：“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。”他在这里也一直讲神让没有让我生育，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，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。请看下面那个小的字，得孩子原文作被建立。很单纯的，如果看上面的经节，得到孩子，但是下面那个小字是另一种含义，得孩子是
被建立，或者我可以因为西亚甲得到孩子，我被建立呢？等于是他被重视了。孩子跟夏甲本身有没有孩子一个问题，或许撒来所在意的是说我有没有面子了，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不能生育是最羞耻的，是不是？他就是很在乎我有没有被建立，有没有面子， 他希望他有面子。至于有没有孩子啊，那个次要，什么方式都无所谓了，只要有孩子好像让我遮羞。那未免对这种神的承诺太看轻了，神不会给人承诺银诺千金，银诺无价的，没有价值的、哦、很难去衡量的。神给他们承诺很多考验，包括孩子，还没有孩子也是考验啊。如果他一直那么在乎神的应许，那他应该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不能生育拼命祷告。如果正面的例子就是哈拿拼命祷告，到圣殿也祷告，无声也祷告，这样子神会怜悯、哦、结果他不是啊。我们很少看到在整个撒来的故事里面，很少看到撒来都很正面很积极去靠神祷告的，好像看不到嘞。他总是随着亚伯兰、啊、跟着亚伯兰这样一路走过来，好像我们很少看到他这样很独当一面出来来看他的信仰。那在这里呢，虽然神有承诺，他只看到会让他着急的事情啊，年纪老迈了，哇，这个神的应许怎么实现呢、啊哦？那刚刚那个小字是说让他被建立，如果亚伯兰你纳夏甲为妾有孩子，我被建立，我有面子。整章的故事我们刚会读到最后，最后以实玛利出生，最后那两节讲亚伯兰给他取名以实玛利，这一章的故事是用亚伯兰做结束的。如果说你开头是撒来开始把这个故事拉出来、哦、拉出来，他希望他被建立，结果结束的时候他的影子、哦、无影无踪的把他掩盖起来，就是亚伯兰出现。那是这种侧面的教导，你爱面子，你用耍手段，神就是不给你面子了，而且制造问题。好，我讲的第一大部分到这里结束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，不要靠人的小聪明。箴言三章五节讲，不要依靠人的聪明来为自己谋断一些事情，要依靠神。如果神今天给你非常聪明，感谢神，你要把这个聪明再寄托在神的大能智慧之下来引导你，我觉得那会更好，而不是说靠你的小聪明智慧然后背负神的承诺跟应许，那会越帮越糟。所以撒来、哦、要用人的想法跟力量去帮忙神的承诺，越帮越忙，制造更多问题。所以这个第一大段我的重点放在这里，我们有神很多的应许，虽然我们的信心还是蛮脆弱，很多考验，要求神怜悯，神不会对我们很苛刻要求，但是会考验我们，从经验从生活里面来培养我们。当你实在不行的时候，你尽量祷告，要等候。所以我们刚讲86岁了，85岁到86岁这个时候100岁才生以撒呢，他那个时间提早了，不能等候，太着急。所以你应该、哦、不要以人的
想法，想去完成神的旨意，哦，你应该能够，如果事情还没有结束，没完成之前，我们要学会信心、依赖跟等候。那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一阵子跟大家常谈到的，你要常常亲密亲近神，神会让你那个时间各方面慢慢去配合，会让你的信心去搭配起来。好，我讲第二部分，因为撒来这种自以为是的做法带来一个这个家庭的问题。我们先从家庭入手，人力用人的方法来处理家庭问题，所以首当其冲出问题呀。当夏甲怀孕的时候，他看清他的祖母，那惹起撒来的愤怒。我们同样这三个角色，撒来、亚伯兰跟夏甲，当时这个家庭的三个分子，在这个人力的贯穿之下产生的结果不协调。本来这个家庭算起来还融洽，但是因为这个事情一搅局，三个有点分裂。当然一开始就下架看清祖母，我们先讲第一个祖母撒来，他认为你是我的婢女，我给你机会，你今天不懂得感谢，当你有身孕了还看清我，最起码我是祖母啊，有阶级之分啊，哦，我是你的主人啊，所以他就苦待他，苦待就是有点虐待啊，哦，有点虐待，那个虐待应该蛮严重的，哦，所以夏甲不堪其苦就逃掉，所以那种虐待应该蛮严厉的。这个事情是撒来自己先制造出来的，他首当其冲，整个问题反扑到他身上。有人讲，他虽然因为夏甲这种态度心里不舒服，他不要去虐待他嘛，哦，他可以不舒服，他可能可以骂夏甲，他不要逼迫他。他逼迫他，好像人家本来还蛮同情这个祖母，今天反而被看清，本来还同情他，现在他逼迫别人，哦，那种同情的成分，哦，会减少呢，哦。但是撒来就是忍不下这一口气啊，他就苦待他，这是撒来本身。当他觉得夏甲对他这种态度让他受不了的时候，他告诉他的丈夫亚伯兰，哦，我们看一下圣经，啊，看一下圣经刚刚所读过的圣经，创世纪16章，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，这里就是这个很有趣的部分，哦，三个人都有他们的态度。第四节，亚伯兰与夏甲同房，夏甲就怀了孕，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，这是夏甲的态度。第五节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 受屈，我将你的使女，哦，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，他见自己有孕就想看我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的 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撒来苦待他，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，哦，这就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在夏甲离开之前，哦，就是夏甲当初怀孕以后他看清祖母嘛，那撒来觉得 受委屈，第五节撒来觉得受委屈，他就跟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受屈，哦，我因你受屈，
意思说这些都是因为你啊，我因你受屈啊，哦，他说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，那他今天呢，见自己有孕，反而对我这种态度，哦，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，他说愿神在你我中间判断，啊，他希望，其实哈，撒来把这个责任推给丈夫了。我因为你都是因为你啦，我今天这么受委屈都是因为亚伯兰你啦，因你受屈啊，所以他希望神来判断。我们先看亚伯兰的态度，他在你的手下，夏甲在你的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他，他要保持自己置身之外，没我的事，你们两个女人的战争你们的事，推卸责任，丈夫也是推卸责任，他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便带他，他不这样讲也可以啊，哦，他自己完全没有责任，也不想怎么去处理，任凭撒来你，既然你这样讲，撒来就苦待他，一个希望能够把受委屈的事情交给神处理的，他今天自己私底下虐待别人，是不是讽刺？嘴巴讲得好听，愿神公正的审判，结果自己呢，人力很重，你对我不好，我就逼迫你。那嘴巴还讲，愿神来伸冤，很大的讽刺。亚伯兰也是推卸责任，夏甲呢，当然有他的不应该。他不应该，他有身孕就看清祖母。哎，这个，我记得很久很久之前，我跟大家讲过这一部分。第五节，从第四节开始，夏甲怀孕啊，第四节，夏甲怀孕，他见自己有孕，就小看他的祖母，因为他的祖母没办法怀孕，别人没有，你有，你觉得你高他一等。今天。你有什么别人没有什么，很多人因为这样，我有你没有，一比我高你一等，我瞧不起你，哦，我有钱你没钱，我有车你没车，我有房子你没什么房子，我觉得我高你一等，我看不起你，难道因为你有就看不起别人吗？夏甲就是这样，他也不想我今天为什么能够怀孕，祖母给我机会，他不会从源头来回想，人很脆弱，所以，哦，我今天是互代谈，这三个人的角色都有优缺点，后来他就下起来就逃掉，一走了之，他想脱离被逼迫被藐视的这种环境，当然那种环境应该很辛苦，他想离开，他有孕了，他有没有想很远，他一个孕妇跑在旷野安全吗？回到故乡真的可以平安吗？都很难预料了，他就不会想那么多了，只想赶快脱离目前，哎，结果神怜悯他在半路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，哎，会让我们得到一些安慰。第七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，对他说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？夏甲说，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回到你祖母那里，伏在他手下，又说，我必使你的后裔举其繁多，甚至不可胜数。下面省略，当夏甲逃出来，在那个苏尔旷野的路上碰到神的使者，神的使者，使者一开始对他的称呼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那个称呼很重要哦，等于是提醒你的身份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他也可以直接叫他夏甲，他没有，他点出他的身份，撒来的使女夏甲，
后面问两个问题，从哪里来，要去哪里？这两个问题，夏甲回答第一个，要去哪里没有说。当然死者知道啊，那是故意的。第一个称呼是点破，提醒他你的身份，你是杀来的使女。在圣经里面那种身份蛮重要，你是主人是仆人，到新约圣经也一样，到今天我们也一样、哦、其实今天在这个非常自由的时代，有时候你的工作你的身份那个尊卑长幼顺序还是很重要的，你不可以完全把它打乱了、哦哦、你还是要尊重那个先后长幼的顺序。在这里呢，神的使者提醒他，撒来的使者，撒来的那个使女，你要回去，你有你的主人，撒来是主人，你要回到撒来那边。但是回去这一趟路不容易啊，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所以撒来撒来那个夏甲逃出来以后，他照实说，我从、哦、你看他怎么回答那个使者。第七节那里，夏甲说，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。他说我从我的祖母，他还是认定我的主人祖母撒来，我是逃出来，我是不告而别，不负责任的，我想一走了之。他回答的第一个问题、哦、我从祖母那里逃出来，使者告诉他你要回去，伏在他手下，跟以前一样伏在他手下侍奉他。当然这一段路很难走，我们相信啊，撒来也不容易接纳了。你既然看清我逃走了还回来，还期望我对你多好吗？那个就没有下文了。哦、但是我们知道说、哎、他这一趟回去也不简单呢、哦、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回归了。使者要安慰他不用担心，回去平安，承诺给他孩子会成为大族、哦、包括他的个性还给他取名，所以他真的回去了。好，我们要讲这一段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，夏甲的问题，亚伯拉的问题，撒来的问题。本来一个家庭算还蛮和睦的，因为撒来出这个意见，让亚伯拉纳妾来生孩子，来取代神的旨意，弄得家庭差点分裂，那种很和谐的关系没有了、哦、所以如果我们从我们像一般的家庭来看，我第二个层面，如果从这个家庭你把它提升到另外一个角度，教会呢，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，我们今天也是有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啊，像保罗讲的啊，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个人的角色都不一样，可是我们都在这个家庭，我们会大家很和谐很圆满，因为神的爱，神的圣灵，神的旨意，让我们在这里整个配合起来，来一同来建立一个非常喜乐美满的属灵家庭。但是有时候这种关系会受到破坏，就是有时候人会自以为聪明，用人的想法来做一些事情，来安排，来怎么样。所以如果我们从亚伯兰这个当时是家庭状况，以这个把它提升到教会的层次来看，我想也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回归尊重神的带领，神的旨意，那需要神的道理来安慰，来引导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一直想办法在学习神的道理，然后透过吸收把它实践出来，除了在外面为主发光，在教会当中彼此和睦协调，过着很圆满的生活，我们相信神的旨意跟祝福会更丰盛的临到，而不会说让本来神的应许承诺带来一个残缺、哦、很破败的现象，闹得大家都很不愉快。我们看
当时亚伯兰家庭大家都很不愉快，弄得有些人要离家出走。那你看，如果夏甲离开这个家，这个家至少还是一个拜神的家庭、哦、好像神的家一样。你看，如果 他这种出走，就是离开了神的家庭，往哪里去？往埃及。埃及是世界，被毁灭，将来要被毁灭的，离开神的家，然后趋向世界，结果会更好吗？这是夏甲离家出走以后那一段路给我们一个提醒、哦、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大家一起来建立这个一个美满的属灵的家庭、哦、而且不要因为一点小地方觉得受委屈就闹脾气，我就不在这里了，我就离开了。最大的损失当然是自己，教会也有损失，少掉弟兄姐妹也是教会的损失、哦、所以我们从他这个故事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下两部分。从大的角度来看、哦、以斯玛利出现，那我们要联想到神听见，神看见夏甲的苦楚，神都看见了、哦、所以撒来他们不应该用人的想法要去完成神的旨意，那会越帮越忙。第二个，家庭需要好好维持。如果说我们慢慢脱离神的安排带领，用人力去取代，只是会越帮越忙，越来越混乱、哦、我们看不见吗？今天世上很多家庭不像家庭，是家庭的成员四分五裂，那缺少了神的爱，神的道理的滋润跟关怀跟连结，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希望我们家庭很圆满，教会也很圆满。好，小的见证到这里，好，来唱诗395首。